好，开扁。那好几任我好像还没有一场玩到真的出了之后很有效果的。那伊泽瑞尔出了之后感觉 也还好。A 人也不是说很痛 ，Q 起来 ，Q 起来普普通通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不带狗上分了。狗说他要去吃饭了、啊。这感觉够不到了。为什么现在这个肾长得这么像卡萨丁啊？用两条腿走路的卡萨丁哎、欸！全军出击！黑人出完很滑，黑人好像以前就有可能会出吧。黑人很滑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！黑人就是要一套秒杀。哎呦，这边没有扫眼。水哦，要削翻咯。还能这里再勾一个吗？不可能吧。也会怕我。不错的开局，真的要勾、哦。哎呦，哦，还真的出勾了，危险哦！还好没勾到。小心点。这个勾到绝对直接咪咪勾啊！哎，不行啊！为什么这个家伙可以两级啊？这个神魄太凶了，嗯，因为他是跟那个打野换路的，这个是免打野的。打野说这把包吸，我们下路最好是躺好了，我就发育了。我辅助这一波，灵性跑中吗？感觉都被看光哎、欸。希望他是不要这样子勾出去啊，真会掉很多血。OK， 血在爆炸，超多兵，这个血量有可能要被越，得硬吃一点。哦，勾到嘞！我刚刚是小夸危险，以我们的伤害，不太可能可以打死满血的他们。好，现在二比三，阿艾克总倒两次。哎呀，下一次泰坦出钩，我们恐怕就要命丧当场了。我已经判主打不就好了。
好，来玩哪个流派？暴击，小心点。OK，玩暴击好了。我来看看对面谁肥啦，对面打野肥啦。 上路这个关好像也肥定了，我，哎呦，还乱杀了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。开花准备就绪，一点机会也没有。我不知道，看起来会战很难打，对面闪还没好。 引流之镰150元的赏金，要晕倒，这个要晕倒很难啊。他现在最好的剑法就是正面出来，然后纳迪乌斯直接闪过。 不过我建议他是去更别路了。哦，痛哦！再去放个粉眼。斗鸡那一场不会又输了吧？真的好可怜。 啊，终于赢一场了！不然我这边再打个几场，他可能就玩不了了。哎，他把华用掉了。OK， 没勾中。 哎呦，小闪！哎，猫咪！哎呦，有圣哭啊！哇，圣用生命打我！哼，圣死了！哈哈，不是，我怎么会知道有圣？ 他还是在自己塔下面假死的。剩这一场其实蛮惨的，这个东西我是真难打、啊。我刚刚看他在塔下就已经夹到歪头了。 我觉得他打加里欧应该也没有好打到哪里去。嗯，哎呦，加里欧这个血难道单杀了？趁黑出动。这波如果对面打野军上，我们可以拼一下。鲁斯快6了。 感谢凯文15个月，你知道圣人在中路不会死。哦，蛇女被 gank 就不好说了。哦，蛇女现在有时光杖可以出嘞，又能玩嘞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 下路没双招，对面也是打得很保守，哎，贴着墙壁，哎。
拉一下兵线。总是会跟到的、啊，蹲久一点。黑夜。现在就是要蹲得够久。再杀了猫咪。OK， 伤害超低，没办法了，艾克也扛到最后了，看是我死还是艾克死了。哇，上个被映月了，现在5-6下塔，这一层总得有人吸一下的、啊。哦，吸到一层。上路的蛇哦，上路的蛇过得也不好。哎，犯 A 起来不太痛了。我感觉我刚刚装备还蛮好的。哎，这个猫太硬了。对，就在投资下路，他在投资他自己啊。下路有两个人头、啊。哎呦，出钩！哇，还可以太硬哦，从。有一次改版之后，软辅就变很硬了、哦。我记得猫就变很硬。OK， 一闪突然没视野，超痛！哎呦，盾牌，盾牌被吸烂。是虚弱还打，是啊，他也是虚弱，我也是虚弱。我们两边都是虚弱。刚刚其实应该是蛮有机会的，不过看起来范好像带强攻还是猛一点点。王喽，王喽被吸掉掉喽！这边掉三了，这波胜没大。黑夜，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这个家伙不会可以越我吧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观。艾克说了啥？艾克这一场还是蛮有机会的、啊，他三个人头了。OK， 五秒，这个引流之镰追不到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咔嚓咔嚓，现在的伤害都不太高啊。
感谢阿呆呆55个月。哇，剪刀手把这里夹烂了。12级剪刀手。 打不了了吗？我觉得对面可能再送几个 shutdown 哇，第二条预示者也被吃掉了，还是我来单挑这个剪刀手，有没有机会？没什么机会，这边捡烂。 有大的话呀，可以了。有大看起来好像可以。一把 V2 没玩过，那当然了。我这个账号根本就没有 VN 呐。我这个账号没玩过的角色可多了。 加速开起来了，机会来了吗？ 机会来了吗？有了，机会来了。OK， 我也死了，700块拿到了。快跑啊，艾克！这个咔嚓咔嚓也太痛了吧！是啊，他那个咔嚓咔嚓伤害有点浮夸。 需要当你拿下603的剪刀人家猫，哎，这个还敢走出去哦？要掉闪了啊！掉闪了还被他剪死啊！摄影还被他剪死啊！他803了，他。 有点无敌，我感觉 AD 都不太好打他，希望有个近战可以杀死他。 跟他打不了，确实是打不太了。 除非前期不小心把他杀爆了，不然感觉我们近会战都不好打他。这个猫已经不想粘在泽利身上了。 他现在跟这个剪刀完美合体。OK， 只能说这个对面乱杀局。哎呦，大招！哇，没定住。
哎，可惜这一把，不知道哦，要晕到剪刀有点难。不知道剪刀的天敌是谁，波比之类的吗？我不知道波比现在能不能打赢剪刀。 石头，石头，石头啊！他这种剪刀可能不太怕石头。我虽然是范神啊，但我没有办法打这么肥的剪刀侠。不过在高分一点的局，诺手就没什么用了。就如果中间一点分段的话。 那种大师宗师被诺手勾到，就直接完蛋了。杰西啊，杰西那是真的屌打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最爱英雄联盟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感谢16个月，中路喷血了。凯特琳的技能图变好丑。 有改就不错了。大招原来是叫让子弹飞哦。我 miss， 你看其他那些老角色，那个技能 icon 都没有改过，好像艾希的有改过。我觉得艾希的好像画质比较好一点。我来这儿不是为了。 而是为了守护。我这个人突袭还有 skin 哦，突袭在国服叫啥？就叫突袭啊。我会把你和你的口供都带回局里。照耀吧。 直接放个眼好了，不要这么凶。我必须永远快人三步。这个冰老鼠，我印象中好像是在台服要用扭蛋的，是不是？ 绝版造型，是那个有雪橇的那个造型吗？哎，对，炮车怎么没钱？正在与嫌犯交手。头 Q 他一下。 发现我带错天赋了，等下没魔了。最好是不要再 Q 他了。聘眼的钱比炮车还多，改这么多，感觉 AD 要多聘眼呢。我可容不得半点事。 我怎么感觉最近很常听到这一首啊？哦，
拉克斯被暴打一顿呢，虚弱还在。这个三罐水的老鼠超能扛的，巨吃炮车。 猴子来了，能赢吗？猴子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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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咔嚓！还想跑啊？这个留给中路了。Double kill！还好来的是我们中路啊，不然就完蛋喽。 打到中路都到了，虽然他掉一层塔皮，好，现在比数4-3，塔皮不拿好像是有点小亏啊。哎呦，诺手被爆锤喽！哇，这个 skin 还能长翅膀哦，也太帅了吧！ 哦，不愧是你，近战之王魔斗凯撒。他怎么把自己劈死了？争取在下午茶之前把案子给结了。换对面中路过来了吧？感觉。 直接飞过来送货，其实我那个夹子放的有点怪怪的，没有夹到他。我们来彻查此案，会不会来越我呢？猫捉老鼠的游戏该结束了。 哎、欸，我发现中路的钱真的比较少哎、欸。中路的后排明明就是13块。犯罪很常见，逻辑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在中路 A 兵的时候都是13块钱。哎、欸，对面大爷要来喽！哦，对面大爷在野区，我来了。 阿高，更别说我的脸，完了阿高，520的赵信，皮尔托沃夫的良心是他的人民。 远远的狙他一下好了。Shut down！ 我 BN 打稳，保血量，这样子血量才多。 其实是那个拉克斯一开始不按 Q 啊，我看他虚弱了，还没有要 Q 他，我怕会有点危险，可能会 QY。
来了，阿猴来到上路。哦，啊！圣诺手还这样啊！再一个，哇，这猴子怨念很深啊！这个猴子为什么没有第二只猴子啊？他第二只猴子用去哪里啊？ 拿不拿峡谷先锋？拿！我感觉这个其实有点挡路，不是只要打野聘了就会去拿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被夹子夹到还敢上哦？ 哇！老鼠也死了。好，老鼠也死了。好，现在比数11比10。这个拉克斯被捅到有点太亏了。哇，那个时候是没有 Q 给 Q 这个赵信还怎样？ 全穿透赵信，说不定后期一枪可以把他干掉。经典血轮眼赵信，没错，经典征服者赵信。我们这两只都打不过赵信了。我才不是皮尔特沃夫当局的走狗。 哦，吼！Triple Key啊，赚烂喽！手法完美，结果自然精确。赵信看来时辰已到啊，是该下去了。这什么状况？ Excuse me， 我可不会管这叫防御。买个这个好了，原本可以买暴风大剑的。保持镇定从容是好侦探的必备素质。 这把过年了，这把我只能说这个组合打线真的太强了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最不起眼的线索也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感谢 TJ 31个月。 我觉得老鼠要蹦出来嘞，放个分眼。哇，赚烂！海特里就前期抢啊，多吃一点钱啊！真的打到后面还是很难玩的。
那个粉眼看到他就开始射我了，我只要看到他从哪里开始射我就 OK 啊，有个零点几秒就够了，可以直接网子拉走。哦，有机会救吗？没机会救他。我们去查案吧。老鼠跑去下路了。悟空被弹走了，悟空只能说运气不好，这说不定被砍死了。队友开始嘎嘎乱杀喽！我等要找机会多督更一下，这把就很快乐了。好，先买个火炮。现场啊，电刀啊，要是有电刀，现在就不会有人选其他装备了。电刀真的是神装。说赵信冲不冲得死我？赵信冲死我也没什么用啊。他想冲死我，那肯定可以啊。完啦，悟空！哎呦，难道悟空还有救？哎，竟然还有救！这一场会战，我最好就是躲起来啊。等到那个瑞空、那个赵信开完大，我再进来。电刀不只是洗兵的救星啊，还是那个暴击率的救星，还痛。重点是还很痛，会战也很有用。这比坐在办公室里强多了。没冲过来呢，这两个竟然没冲过来，怎么可能？这都忍得住。哇、哦，这个拉走，是哦，这个漂亮。追得到吗？这样。OK， 应该直接闪走了，好痛。完了，应该缴那个闪的。被他噗噗两下，有点痛啊。很想吃到那个人头啊！中计啦！我老鼠没闪啊，老鼠现在没闪。上塔也敲掉了，哦，是单杀赵信环节吗？点燃都下了、欸，这绝幻赵信无敌了，赵信这个角色很难无敌。别指望了。他就是一个肥起来也很容易死的角色。跟艾克那些不太一样。不能保护公众的法律，一文不值。
那边竟然有一个举报按钮。现在我躲好，这老鼠随时想杀我。很想拿红霸，哦，这个人还要帮我拿红霸，哦，人太好了啊！现在还有偷钱可以点吗？有啊，我看上路有一些角色还都会带吧，石头人之类的。有救吗？看起来没救。哎呦，有救哎！完啦！我应该直接闪这个的。快跑啊，阿红！分身术，漂亮。溜喽溜喽！阿猴这个血量好像没有办法去拼中了。仙空十五点真伤，仙空不是看趴数的吗？这一场是没人带了。老鼠第三件该不会是纳欧吉刃吧？哎呦，可以连续毒爆老鼠！我们是该打个团了，啊，对面其实也不好输出的。专业侦探必须时刻留意周围的环境。现在九九下路，完了，瑞斯叔叔杀人喽！就这样有点难打。建议快溜，我建议是快溜。看一下老鼠在哪里。看到了，狠狠处理。感觉老鼠倒了，那是可以再玩一下。哎呦，中路来了，剁他！水瑶，我再给你补一个狙击，漂亮。吃吗？不吃吗？又好像不太能吃，好像又能吃。等一下。哎，夹子坏了。啊！夹子怎么没夹到？不知道在他拉之前就应该要夹到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看起来有点歪，但我觉得会夹到。这是偷偷缩水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下一件我们来一个
看要大川还是嗜血者。 被盯烂了，我一直都被盯着啊！这个游戏 AD 吃野怪没意思啊，根本吃不掉啊！我就帮你把大的吃了，剩下的靠自己吧。哇，嗜血者好贵哦！ 我得回一趟家了。皮尔图沃夫的良心是他的人民。给个红，大哥给个红吧。还是要留小的，那当然了、啊。留个小的给打野发育发育。 现在留小的会自杀，我现在这么方便哦，那我就把大的吃掉就好了。这个老鼠为什么敢在这里出现呢？把这个打掉。捕鼠计划启动。 话已结束，为什么这两个可以打一打，然后赵信还是蛮血出来的。拉克斯无敌了，拉克斯如果这把出电棒，他真的无敌，一套秒一个。 溜了溜了，哎，哇，还多赚一个，可怜啊，老鼠出来就死了，哼，哎，刚好走到拉克斯旁边，直接被秒。 要下去吗？感觉应该也不用。可以猜到底，猜到底哦，应该打到门牙塔会被反追杀吧？不太好。偏难了、啊，我感觉应该是偏难了、啊。 如果有一个人不小心被杀了，巴龙就掉了。我绝不会容忍不法行为。拉克斯真的好痛啊！但是现在感觉是狗脚。老鼠不在。 拉克斯，你一个人也敢皮啊？那是一个中路哎、欸。
我们可都是在地图上出现哦！哦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哦！ 滴滴滴滴滴，感觉在我右边吧，还是回家了。哈哈哈！射烂，直接射烂。 欧洲人，全杀喽！嗯，都打得不错。谢白白猫的订阅。这一把老鼠怎么样？老鼠哦，老鼠这个对线就被压爆了。 我觉得他们人头太过集中在那个赵信了，赵信的角色吸不了，开扁喽，出这个好了。 两款是差不多的内容吗？都是类似的玩法，就是暗黑破坏神那种玩法，但机制上面不太一样啊。POE 每3个月会把你的角色清空啊，归零啊，这种的是不会的。 哎呦，晕5个！ 哇！他跟我换掉啦 ！OK， 这边打死吗？哇！开局1300呢！完了，贾克斯没杀到他，4比3。刀锋之影只拿了300元。 我们该肥的没肥啊，但我可以多帮大家清清兵啊，我会帮你们拖到后期。再 Q 一下，漂亮。 这个直接被勾到2下是有点太扯了。就算我不是这个装，他也 S 了。我就算只是一把长剑，他已经被我 S 了。哼，这个阿姆姆是个魔鬼啊！哦，贾克斯，哇，失误。 我还好，小兵帮他，啊，补刀了，运气不错啊，贾克斯。好，现在比数6比4，小小的优势，奈德利很肥哦，得有人处理他。打出好操作，小兵就帮你。 哪有他刚刚操作超丑的？他是少敲一下。猎杀魔女，不要钱我都乐意干。
不然他还有机会自己凯旋回起来。 哎呦，这个露露感觉一直想，差不多可以杀了，人头给艾克好了，嗯，快点艾克。 喵了！哎，对，哎，炮车哭了。好，再刮死一个。再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也很想让个人头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拿到啊。 那个艾克刚亮也尾不到，1000块已经拿好拿满了，名单只能丢掉了，感觉还是得狂风哎。 910轮子吗？这等等伤害应该是不得了，轮盘刮来刮去。但那面血色旌旗早已被世界遗忘。我感觉有炸，先不要勾出去。没有哎，奈德利应该不来了。 他好像跑去蹲贾克斯了。如此大费周折。 后期可以无所后期，我后期可以无限洗兵的。后期我一定是没有凯撒加露露痛了。你的目标就是让我的队友到后期，然后把他宰了。OK， 阿那被变动物喽！哎，对，被变动物了，死翘翘了。那个艾克就真的这样子把龙打掉，不来帮我们了，这么狠哦！刚刚如果艾克出来，其实是有机会打的，因为战局已经拉到那个三角了。 别指望从我身上学到虔诚。暴女很肥啊，没事啊，暴女这把也不好吸啊。他们这个组合，我看立山卓跟石头人得肥啊。 嗯，钱没了。呱呱，现在的呱呱这么痒啊？这什么场次？这个大师局吧？只是说一开始打得很凶啊。
我希维尔现在 Q 这么痒哦，挖人没什么意思。 阿姆姆没钱，阿姆姆连等级都没有啊！哇，兵线放出来一点，看有没有机会打。哇，阿姆姆要跑线了，那我推推了。哦，对面千里跋涉，这样冲过去啊！ 那只是一个预示者哎！还打，还打，现在大招我看也没加速了。 这应该是有一点点不太正常的换资源，反正我是很缺，回家。对面的上路为什么没有塔皮？改版了，防你逆U。 哇！预示者直接放。为什么这个预示者是被凯莎拿走的？追啊！ 漂亮！我队友很惨哦，其实是贾克斯很惨了，其他人还好。这时候换去中路了。 奈德利在，不太确定打不打过，感觉不好打。清算是为了偿还。哎，中路洗线，现在才11分钟，我去中路洗线。我也是很想赶快推啊！一起看着世界毁灭吧。 队友，不知道有没有要过来？我还是靠一下好了。哦，上了吗？哇哦！奈德利飞过来了。阿姆姆，我一定会救你的啊！你这锅我救不了你了。 这个9级，我感觉我有机会蹲到这个凯撒，大家觉得呢？Shut down！ 溜了溜了，那个9级真的吃不了。 感觉不管我去哪一路都可以，去中路好了。很公平，拿我的宝贝换你的宝贝。
3000滴血的究极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概念。A 一下100多。 石头怎么办？这个石头玩坦的、啊，可以不理他，又不是 AP 石头。买红眼 AD， 那肯定是要买红眼的。我买红眼的数量是偏多、啊，一般来说都是只买一根啊，我还会多放一根在身上、啊。我是会多放一根，等着打会战啊。 OK， 自己家的还是吃得掉，还行。 红眼通常还是留一根打会战比较好，而且 AD 插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太好被拆，AD 会插在这种浅的，很难被拆。顺风的时候有可能你插一根就可以放一整场了。黑羊是我的铠甲，日冕是我的利刃。九套浪，哦，溜喽！ 我家阿姆姆很穷，阿姆姆不穷吧？阿姆姆你穷吗？阿姆姆可是有吃到637块哦。我没有魔啦，我没有魔啦。最好别问。那个怎么出啊？ 直接嗑药，夺魄！好、哦，我要出夺魄吗？我想出纳欧极刃诶。15分钟直接嗑一罐500，大幅提升战斗力。 那欧就不会缺魔了啦。等再搞一个吸魔剑出来。视野这么好，不用怕吧，阿姆姆。 哭啊！哎、欸，这也被标中了，我打不了了。我这一波进场，阿姆姆还敢吗？没勾到。 这石头到底还有没有大？哇，三棒！能打吗？这个能打吗？好像是没啥问题。 我的护盾哭啊！不是，第三组为什么可以穿过我的护盾？他手举起来，我就按了护盾，刚刚一定突然爆屏。然后你。
等等看那个重播，刚刚一定是突然爆屏，不然不可能。早安，世界。今天你把亮闪闪的东西藏哪儿了？我的纳欧快出来了，这一场纳欧再配一个什么好嘞？来来来，阿姆打架打架打架，冲啊 ！On the way， 来阿姆阿姆死，撤退了，阿姆没大。早了一点了，是阿木木早了一点。我劝过他们，不要无视我的光芒。我是说，等你有大就冲了。他刚大脚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两三秒吧，感觉就差个两三秒。狂怒九头蛇配 GA，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 combo 是不是？出个抗性没啥问题啊，系统也推荐我出西魔剑。你收不收？海克斯影魔刀需要1185元。没有无尽，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刮痧哎。OK， 这里嘎了两个，危险。哦！对面到底有没有招呢？OK， 对面有招。刮死，再来，加个字，漂亮。Shut down。跳他。Enemy。哇，要跳走了。贾克斯不放弃。但看来没有机会。这边好像得来一手卖粉眼嘞，现在都负一，你说贾克斯啊？难怪他看起来那么久哎。贾克斯的一是什么？风暴吗？那好的。与金币分离，最是难舍。好，有西魔剑呢。有纳欧可以出关刀吗？关刀哦，关刀这个装备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还在吗？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他敢这样！我感觉这波贾克斯不回，他们家被拆光了。就这凯莎突然发疯哎！啊，贾克斯怎么会跑回来啊？他开得好，还要把自己的这波巴龙玩掉啦。五打三，三换三不亏。他这样不亏吗？从他飞进来那一刻，他注定就亏爆了。财宝也就还在，拿巴龙就推了一座。
然后巴龙全部喷光，虽然原本也就奈德利有。无穷的黑暗，永恒的恶兆。太爽啦！捡到一只奈德利。What is my yellow platinum one？空 Q 乱讲，我会空 Q 还不可能。好爽，可以一直 W。好想从此不按 Q。唯有一腔热血，可以对抗这凄冷的世界。快上 IE 了，出了这个不是不能出 IE 吗？大家终于出来了，终于可以聚到一起了。我也没魔，打会战就不会了。我点那个杀人回魔。没出惊人的奈德利。他冰住我喽！为什么现在立三佐看起来很奇怪啊？他可以石头随时想撞死我，撞中用掉了。阿姆姆怎么飞上去不开啊？刚刚阿姆姆飞一个很漂亮，结果他不开啊。没办法，我伤害已经打完了。我在打石头前面的时候，已经把护盾开掉了。我这300块可不能送，要是我死了，中塔还要被拔的。现在每次都可以出纳欧吗？好像都可以出吧。好，直接萨提斯深渊。现在这个吸多少？548。等阿姆姆闪开吧。AA 有减护盾 CD， 那也要看 A 得到谁啊。有啦，这样就有得 A 了嘛。我直接 A 的话，肯定是 A 不过凯莎的、啊。我出这样。不打我，有打我啊！我在看他出标，我就要开盾了。石头也不敢撞我了，我有盾的话。凯莎只能说是上了这石头人的当啊，撞了一个塔龙。赶快狙，赶快狙，狙了狙了，队友拼的，队友说要狙，那我就赶快狙咯。这版的贾克斯打团影响力大，贾克斯哦，我不太确定了，不查吧。
输出挺高的，五个直接在家里挂机怎样？我要去下路挂机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大户客人，大户客人登陆就送啊，加5%，加5%全伤害吧。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我不太确定有没有氪金才能拿到的称号啊，应该是没有啊，全部都是用农出来的称号。来看一下这张组合：鳄鱼中路、亡灵战神上路。 全军出击！中还有不祥之刃呢。有人说是魔法，要我有秘法卷轴才可以做解冰水，该不会有秘法卷轴只能做一罐吧？王啦！ 完屁，偷去塔下，不是，你们四个开局挂机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站。达瑞文拿头喽！我一进来就看到四个人在挂机，这下是很危险了。 我也只好跟着想办法挂机。没事，咱们稳住，稳住还是有点机会打的。虽然这前期不好压对面的，四瑶加点燃。 像这波不好说，哎他，再他，不行，啊是泡泡，哎至少 B 一个闪，不亏了，只是等你得来杀这个荣耀行星官的。 Execute！ 哎呦，塞恩细节自杀，感觉对面的组合打团，我们有卡特，还有这个 fish， 还有劲爪大，完美 combo。这路人四刀我就死了，我都不死了就算了。 OK， 危险危险！怎么游戏会一直卡一下卡一下的、啊？千万千万不要跟他换血，这个应该是完全换不赢。 但有机会可以杀泰坦。
嗯，人该在这，出来皮他一下，飞过来了，哎，对，他那边杀掉了，没事，一换一。 但我不知道他们竟然是想往那边打、欸，感觉那个泰坦都要这样飞了，直接从正面打，比较好。对，已经看到他在戳那个海克斯，先出鱼叉的达瑞文了。剑姬好像开始发力喽，塞恩还把大开掉。 达瑞文哦，看等等这个赏金谁拿了？好像要脚踩吗？我觉得啊，哎呦，你不给他勾一下，看起来好像不会死。 暴击哦，他靠塞暴击哦。人说这把等级太低了，血都不好算了。这个人还敢这样皮皮哦？你说是吧？上吧，必须。 我们不要畏惧他，我觉得我们有塔在，完全不用怕他。他也不过就是有个鱼叉，盾也用掉了。 人在塔在，必须没有点蓝呢，我也没有虚弱，完全不怕他，他有种就来啊！哎，这没打中，这没打中那就尴尬了。哎，海浪冲过来啦！那也没啥办法。 至少他没闪，我在中路杀鳄鱼了。能秀吗？嗯，好像会死。Execute， 峡谷先锋拿啊拿。 这先锋有不拿的道理吗？好啊，上六了，无敌了，无敌黑人来了。我希望彼端的世界。 等他的这个命令出来，我就可以烧死他。我曾以为你是白色，不够灵活。
还敢皮？哦，直接刮大清兵喽！鳄鱼在右边，响月。 还是不要越成功了。卡特，哇，秀起来了！卡特秀是秀起来了，进瓜来了，哎呦，进瓜，成功尾道。 近爪拿了人头，对面都没闪，应该情况是会慢慢的好转了。挡哦，挡打野有点爆炸，没办法。前期陪他坐牢一下，后期我们能打。 等我有命令，还是没有机会可以打这个W的。哇，近爪还是挂了，没开到大。啊，这样近爪自己挂机，没有守住野区，有点惨。 哦，这个冲浪，狠狠的扁。OK， 被 A 死了，溜了。 Fish两下就上天了，需要 Fish 的大装啊！好啊，这个近爪拿了头不过来。哎呦，泡泡泡的不错。 OK， 我看家里要不妙了，还两皮啊，达瑞文。哎，对，还是被他斩了。哦，剑姬。 开杀了！哎，乱杀，1000块。需要当了。这个得好好的稳住。都快有狂风了啦。 再拿起来。
非常的尴尬。哦，大招扫他会不会死？大招有点痒。还是有机会赢的、啊，对面就有一个达瑞文，这群人好好打，还是能赢的。有卡特，有劲爪在，达瑞文没那么好收割啊。625元。死去的又活过来，他直接冲进来。OK， 这口皮超痛。转起来了，注意哦，收下鳄鱼。这个人还以为自己能拆，变成钱了。哎呦，剑姬这手乱捅，很尴尬。狠狠的劈他一下，他劲爪怎么没了？我打他只能说，这个伤害不是很高。非常遗憾的一场，打野爆开局。尽力了，大家都尽力了。OK， 被扣七分。很久没人检讨我，因为很明显下路就是也没做啥。只能说尽力举啦。对啊，这把主要是他们开局四人挂机哦。OK， 伺服器卡了。第一波打完其实还好，第二波劲爪再来打的时候，那波被他三杀，劲爪有点爆炸。其实第一波野区，他交个闪操作还是能打的。他们那个被勾到，他也没有被秒。他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站着不动，就把自己害死了。你跑一跑，就可能突然走在路上，然后撞到一只精英怪。高几率啊，高几率是要花一张复活卷。我的目标是赢，而我总是能进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两黑人被对面给拿走了，不知道拿什么配这个 fish， 感觉应该拿扣格魔之类的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。应该拿扣格魔或探险家的。每日。封印解除。却很罕见。每次都是你。全军出击，根本不用封印解除啊，直接就开敲了。今天有这个、啊、
这一群玩家狮子玩年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争取在下午茶之前把案子给结了。中了这个对战怎么回事啊？没看过对局。小嘎打掘墓人。哦，我点错了吗？你没有点错，没错，我们就在 S27 单位。哥也对了，正确结局。点这手就对了，标准结局。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服务，而是为了守护。水妖泼的好啊，这个水。严格遵照指挥系统。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嗯？都拉扯成这样了，艾克还可以不出来的吗？案情越神秘，我就越喜欢。嗯，艾克刚刚还在等一个机会哦。我感觉他早一波出来，对面应该是已经完蛋了。现在要是蜘蛛跑过来，谁在呼叫兵长？应该还能打。哦，蜘蛛就上了，还行哦。但我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魔魔啊。怎么办呢？要出 Q 吗？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就是工作。打定了，越来越危险。我感觉我们随时要开花了。要比比枪法吗？好。对面也不回家，来就耗三打三，看哪边打野先到。我们都到了。来，阿嘎也到了。阿嘎走了。如果罪犯从不睡觉，那我最好再爬上一壶茶。猪猪，哎，哭啊 ！OK， 这样还能打中我。好，猪猪死了，算，再敲他一下。呼呼。会给他的罪名再加上一条。我是有看着他，我想说可以bait他一下，然后过来吃一个泡泡，我夹住他把他带走。但这个 fish 好像也没什么魔了。嗯，这个蜘蛛应该是爆炸，他这样应该是爆炸。
小番薯。这比哥的办公室里强多了。炮车都不吃了，就点人。小小陷阱，不要在意。这首僵尸 BGM， 这一首还是僵尸的 BGM 哦，我不知道哎。这一枪是为了脚下。你的换血换的有点大便。非常感谢。哦，他也来了吗？怪怪的，有股杀气。我绝不会容忍不法行为。我刚刚是不太敢上去放啊，感觉蜘蛛好像随时会爬出来啊。这个蜘蛛确实的出现之前，我们最好是不要闹了。好，蜘蛛在上路，可以扁了。玩凯特琳这种角色，就是等对面打野去杀我们队友的时候发力。该给回家了。没错，玩 AD 就是等着等队友死掉啊。总有一天那些很压的上路会被gank死的、啊。像我们下路选中凯特琳这种角色的时候，你上路就是要一直推，一直推，一直让打野来 gank 你，凯特琳就可以一直拿塔皮。买个这个好了。然后等我们凯特琳换线的时候，再去救你。我来听点懂字懂字的。不能保护公众的法律，你闻不知。小心蜘蛛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蜘蛛。哦，哇，闪掉了！最不起眼的线索，也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反应很快哦，露露。嗯。完了，蜘蛛来了！啊，不止蜘蛛来了，钢普朗克也来了，四幺炮两个，游戏，阿嘎也来喽！哈哈，碎啦阿嘎！我又回来查案了，这。只是阿嘎的中路可能快要断掉嘞，阿嘎了嘛？下路拆掉吗？绝不迟疑。
哎呦，老婆叫出来了，完蛋！拿走你想要的东西。Double kill！ 上神，无可挑剔，无可挑剔，全杀了吧！哇，乱杀局嘞！希望这个 fish 可以不要再跟我抢钱了，都已经那么穷了。一瞬间不知道那只是谁，对面的吗？对面这角色都这么老的角色了。对面这每只角色感觉都五年以上，尤瑞克是不是有十年了？OK， 我的天哪，变成动物啦！算了，打退就好了。钥匙还有啊，钥匙还有啊，我刚刚就没有那个助攻了。我受不了。输在哪里？中目标了！命中目标。那之前，没追死。火炮还是塞起来了。我们的中塔什么时候断掉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才不是皮尔特沃夫当局的走狗，我是为他的人民效力。原来我刚后面都没有塔的吗？那我只能说我还蛮勇的。查遍所有蛛丝马迹。十四分钟，算了，也不是很需要这红发。鸟，我帮你吃一吃啦。一只鸟只有七块，打野是要赚什么？火速出击！不吃干净，我留大的给他。大的他有额外经验了，应该吧？我们去查案吧。很不敢放眼这一把。哦，打了打了打了，等待 Legendary 阿嘎冲啊！追杀的，再给他来一下，我砰他一下有四百，很痛啊！我的目标，我要用所有的气流开始。女警现在有料，女警现在 T1 呢、啊。但我觉得应该是这些软骨踢完了，女警应该是还好。那种踢完，因为拉克是很强啊。只能说有用的是拉克斯啊。
这场从不睡觉，这场是打野很强，而且我本来就不是很怕黑人。哇吼！直接火炮好了。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服务。黑人被杀得好惨呐、啊！黑人那个角色不配 Fish， 感觉玩不了。开始调查之前，首先要做的是检查证件。这个投票系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他每次弹出来，我看也没有人在点了。连捅还能失败的，蜘蛛在右边，炮现在打多少伤害啊？120滴血。哎呦，打得过这个鸟哦！打完一波鸟，没赚多少钱。耶，箭雨平心。小番薯，来看我跟他单挑 ，check 一下右侧安全。好好的靠着右边打。哦，哎呦！预判到了，很准哦，这个。叭叭叭叭叭哦。我觉得还能坚持一下，是吧，各位？你再想想。啊！黑人！换艾克冲！哎，为什么艾克往这边喷？要是我刚刚有暴击，其实蛮有机会杀死他的啊。三连捅，这个船长吃果子好像有障碍，是不是？被吸吸完了才吃啊！我不在的时候老实一点，咬不动了，橘子咬不动喽。哇，缺一点钱呢、欸！等一下钱好了。哎呀！
海星星海星星上场是怎样？为什么海星星是讲下？保持镇定从容是好侦探的必备素养。没有逻辑啊！海星星应该海星海星啊。Legendary， 锤他锤他，再锤再锤，狙击来喽！狙击量可以 build 一个600啊！哇，还鬼抢巴龙。这把凯特琳玩得真棒，这一把的凯特琳玩得很好，欸，不能点赞，好可惜啊。好，这个正义天使也玩得不错啊，整场没看到不出现的上路就是最好的上路。好，得打一个波三，得打一个波三才可以上钻石。看我输出，哇，上路就打了4000哦，他就打了一个4113，然后15等哦，这样就赢了。他还没玩到欸，肯德基加加，肯德基没有要加加了啦，13级兵准备加加啦。来，13级兵直冲大结局，准备出发。